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慧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佳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本如。初次见到对方的感觉就是，到底谁是谁？就是有点认不出对方，然后即便见了。看了一两次之后，都还想说，我很怕叫名字叫错了。对，但是今天合作起来都算是蛮，就大家也算是蛮有默契，然后很快可以就是一起互动啊，然后一起拍摄。我第一次看到耿如，就是因为其实之前都有看他在演戏，所以有看那个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，然后还有《圣女宝宝》跟《麻醉风暴》。但其实就觉得演员很厉害，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种不一样。今天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在拍的时候，在旁边偷看，就发现哇，真的隔行你不会弹吉他还要假装弹，隔行如隔山。没有，就是你那个对起来感觉是很自然，对，就不会发现说哎，你可能是不会弹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，真的，就那个节奏的感觉。第一次看到慧主是，其实是那时候大学念书的时候。在一个百货公司的表演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弹吉他，然后又短头发，就有一种看到偶像的感觉。因为其实，就是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偶像的部分吗？就你会很少，因为弹吉他很多都是男生，然后社团里面的大部分都是男生，很爱弹吉他，蛮理解的，就是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先讲我第一次见到小慧是在一个正大公司的时候，没有你们第一次就是第一次见到，我只是默默看他而已，没有跟他打招呼。对，其实那时候还不认识，好像过了两三年后才真的就是表演上的，就是朋友的介绍才认识的，对，也是蛮有趣的。就是我一样有看过哥哥的戏，然后我非常喜欢《麻醉风暴二》，也是我的一场戏。同样，我也抱着学习的心态在看今天的表演，觉得很厉害。但是，这首新的单曲叫《Happy Ever》，然后它其实有隐藏一个概念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去生活，因为就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，会被很多无形的规范给捆绑住，然后希望当你有就曾经想要打破一些规则的时候，可以勇敢的去破。其实之前是有听他的歌，然后也认识，那觉得笑什么？就觉得他的那个形象跟我的感觉蛮像的，因为我们都不是一般大家就是社会上刻板印象中的那种女生，对，所以就觉得找他来合作。这首歌应该会很酷的。什么？那时间？什么样的感觉？心动的感觉。哦，看一下。哦，我之前就是因为他表演，我有时候也会去看，然后之前就知道，就觉得他唱歌很好。那我帮他录音录完，那我在听他唱的东西的时候，就是有惊讶到。戴着耳机听，就是又比我原本想的还要更好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还好找你合作。但我的耳机应该不是，应该是制造型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假如第一次找我合作这首作品的时候，我一听就觉得哇，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，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多 rap 唱法的作品，那我通常什么歌都是缓慢的平铺直述的去讲，所以我当下听完这首歌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太多了，因为我是一个蛮有叛逆因子在身体里的人，虽然一般大家看不出来，可是我很喜欢跟别人走不一样的路，就是你要我走什么，我就一定要走另外一条，一条跟那种小屁孩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某部分真的也还蛮中性的，就是比较像男孩子的性格，然后在冲撞家人啊，冲撞就是喜欢保住我的人这样，所以也是就是经过了一番就是有点像抗争的感觉。我觉得吧，就是这个社会给孩子的就是无形的框架感，就比如说家
简单讲，其实确实有人会讲，觉得讲话喷太大声。对，就这现在听起来有点荒谬的事情，其实都很确实的发生在现在的生活里面。但我自己却没有遭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因为我的家人给我很大的自由的时候，除了他们让我现在就是还要我的头发之外，是没有给我什么束缚。这张影队是我个人的首张专辑，里面有六首歌，然后请来很多很厉害的专业的音乐人，比如说黄宇老师，然后徐佳莹、葛大老师，等等，然后我自己也很用心的制作这张作品，然后虽然就是还在初步的踏入歌手这个圈子，但是就是很尽心尽力的作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今天也同样很开心可以跟两个专业的，就是音乐的专业的人一起做，虽然是演戏的部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。谢谢前辈。不要这样子。好，Love is not shame 这首歌其实是在讲，不管你爱上什么样子的人，什么样的身高，什么样的肤色，什么样的性别，其实都不需要去害怕去表达你的爱。然后这首歌我也是算是第一次自己参与制作的部分，然后我找了插画家朋友跟制作人一起合作，然后大家可以在 Street Voice 听到这首歌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非常愿意，对，真的真的。谢谢，谢谢两位。我还在中招，可以来到。散一下。好，有几个在原唱面前唱有点害羞。对，谢谢。